哎，你在干什么啊？铁达尼号啊，我知道超经典，但我一直还没看过。哦，杰克就死掉了啊！干爆雷，鸡歪狼，鸡歪西，宝可梦，最爱家人家追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，在旁边爆雷，绝招是爆雷。 哎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关你屁事！哦，没事啦，我只想跟你讲说，半泽直树他最后被左迁了。看北区，不要这么乱爆雷啦！我是谁？皮卡丘。可恶，被爆雷真的很不爽啊！可是我该怎么办呢？ 以前爷爷说过，加油啊！一定要配恩开水，追剧一定要配 MMS 啊！我以前一直不懂为什么追剧要是 MMS， 一直想说爷爷够了，不要再业配了。但我现在完全懂了，因为《本草纲目》没有记载 MMS 用糖衣裹着巧克力，在嘴里融化的绵密口感，好吃到可以打破时空规则，并且回到过去。哎，我回到过去了吗？那个是，这个宪法我看就定一条，中华民国人民不分男女、宗教、种族。 阶级、党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然后不上除了爱暴雷的鸡歪狼吧。嗯，有道理，暴雷的人真的很鸡歪。好，我就把它写进宪法吧。嗯，就这么说定喽。嘿，回来了。哎，那你最近还有在追什么剧啊？嗯，不错哎。看来追猎人吧。哦，那你知道吸收他？别动！别动！你被逮捕了！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进来逮捕我呢？ 暴雷的人根本没有人权，你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说话，你就给我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坏绵羊副市长一样去监狱反省吧！切，讨厌被暴雷 ！MMS 让你追剧不悲剧，上网登录发票抽各种追剧神器，你别再暴雷了啦！你再这样暴雷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什么？你说我们没好过吗？不是。